它完整叶子就长这样，只是把绿色填进去叶子而已啊，我觉得好酷哦、喔，已经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那这就好多啊，我们就剪一剪就。但是没有那种完整的，对，就要花。我觉得好像大概两三个礼拜吧。所以里面不需要放什么东西，就直接就这样泡。对，它里面就它里面就有菌了。就是这个叶子里面本身就有这个菌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算是。那需要除非你用蒸馏水啊什么？对啊，这已经差不多好的话，就可以去就冲水嘛，然后把它刷干净，就可以晾干就可以了。哦。泡两三个礼拜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那我也可以自己做哎。那这放在上面，什么是把它烘干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用，就晾，就晾干，就把它放在这个上面啊。用那个叶子跟这个叶子的上色方法都一样哈、哦。用浓稠的哦，不要稀释的哦，把它整个刷满。不漏了吗？好。第一次我们就很难把握说他一定会做啊。什么东西？就直接挤出来就可以用。对，这个高蛮高的啦。原则上哈，如果在涂在这个叶子上面的话，我们会吸三次，会吸三次。我们先吸一次看看，那个色漆，要吸掉三次。对，它要只剩下微微一点，但是要能落印出来。啊，是哦。对，这个好经验。啊，因为这哈可能。这边哈，咱去看吧，好不好？因为这种没做过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因为可能它沾的量比较少，对，沾的量比较多，比较少。嗯，反正真是赞叹的，漂亮的造物者。来，要大自然真美，在哪里就上去了啊 ？OK。以后，完全部树的造型，但是好像没有。哦，是有。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！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哎，今天是撒粉了哈，你们就一定要在报纸上面弹一弹哈，弹一弹，然后用笔尖、这笔腹这样造圆形的。把它刷下来，那个手指还要莲花指，小老师在莲花指，哎呀，要也对，大家要用莲花指才可以做出大。莲花指吗？看看老师滑笔，对啊，都笔都滑掉了。还好我还会比一下。哦，如果说这个能够印得很完美的话，是很漂亮。已经很完美了，老师非常完美。没有，还是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个。可是这样才好，我觉得太工整也不好。太僵气。对对，太工整太僵气了。哦，颜色是这个时候上的。对对对。哦，是。再干净一点，哇，漂亮！哦，阿妹哦，其实我好像也在公园那边做了一个类似的。影片就先到这里了，未来影片持续更新，请记得订阅金鸡的频道、点赞、留言和分享。最后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身体康健，红兔大展。